六十年风云变幻，可以书写的经历和经历的改变又岂止万年。然而医者仁心，学者奋楫，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共进，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自建院之日起就未曾改变的耿耿初心。1950年10月，刚刚一岁的新中国面临着战争威胁、经济封锁、传染病肆虐等严峻局面。然而时局的艰难从来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前进的决心。中央人民政府果断成立中央卫生研究院，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著名学者、资深革命家沈其震为中央卫生研究院院长。崭新的中国迫切需要健康的人民，而这个崭新的医学机构自诞生之初便承载着祖国与人民的无限期望。如果时光可以回溯，那我们便能再次邂逅那些已经刻写进新中国历史的英雄，能够重访那段艰苦卓绝而功绩卓越的过往。60年前的中国医学受制迫，阻力重重，而祖国的嘱托、百姓的疾苦，恰是冲破重重阻障的不绝动力。中央卫生研究院在院长沈其震的带领下，顽抗封锁，力克难关，用中国的原料、中国的工艺，实现了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红霉素，国际流行的抗菌素四大家族的自主研发和工业化生产，结束了传染病肆虐中国的历史。自此，中国人终于有了用得起的救命药，中华民族拥有了第一枚自己的健康之盾。心有大爱，落于危险。中国的医学先锋始终和百姓在一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深入恶疾高发区，到老百姓身边去，查病源之根，治疾病之本，大举消除曾经侵袭中国百姓机体健康的恶性疟疾、血吸虫病等流行性疾病。1956年，为新中国医学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卫生研究院亮丽转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建立和整合多个医学科研机构，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一支初具规模的医学国家队正式成立，一条专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崭新征程，在心系祖国和人民的医学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再现峥嵘。上世纪50年代中期，江苏南通发生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患儿非死即残，举国震惊。医科院迅即行动，组织专家全力攻坚，大胆采用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了检测疫苗的安全，研究团队的医生们把自己的孩子作为第一批受试者。从疾病爆发到疫苗上市，仅仅4年时间，逆转危局，挽救了千百万孩子的健康与生命。1963年研制成功的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更惠及了几代中国儿童。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并，组成全新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始建于1917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被誉为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实行8年制教育体系，着力打造中国医学界的精英人才，秉承优秀传统，兼收时代精神，年轻的中国医学科学院以独有的气韵和沉稳，在急需医学人才的新中国早期，不急躁，不冒进，坚信匠心独运的人才锻造，
必须要经历足够的时间锤炼和严苛的精英遴选。院校早在1962年就提出的著名的三基三严原则，至今仍是考核中国医护人员的重要准则。60年来，医科院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发展潜能、有较强适应能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百年协和的深厚底蕴，汇入奋力勃发的医科院血脉，两相依托，优势互补，教研相长，院校合力如虎添翼。中国医学科学院拥有实力雄厚的6家医院、18个研究所和一所历经百年的8年制医科大学，构成中国当代最强大的医教研实体，成为促进新中国医学发展、捍卫人民机体健康的坚强柱石。在这里，诞生了第一个中国自己生产的降压药降压灵和强心丹药物强心灵，中国第一个抗肿瘤新药 N 甲纤溶肉瘤素，中国第一个改善微循环治疗休克的天然药物山浪荡碱，中国第一个抗病毒化疗药物泰丁胺，中国第一个自主研发治疗肝炎的主导药物联苯双酯，国内外首创的中药一类新药人工麝香，结束了中国进口历史的妇科产后用药麦角新碱，填补了中国抗肿瘤抗生素空白的国家一类新药平阳霉素博安霉素，自主研发的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成功的抗生素必特霉素，以及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天然药物。步入新世纪，面对新挑战，院校确立了将院校建成国际化的研究型医学机构，建成国家级医学科学知识创新工程体系的战略发展目标。这无疑预示着会有更多的中国第一将在这里诞生。肩负国家使命，心系人民健康，一代又一代医科人急速前行，未敢稍懈。1959年，全国疾病防治大会发出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号令铿锵，医科院勇挑重担，对恶性肿瘤这块最难啃的骨头率先发力，以独立研究与协同作战的方式展开攻关。行医者从来都是与时间竞速的训跑者，那些不舍昼夜的钻研与思考，那些不能计数的尝试与挑战，都是在与疾病赛跑，与生命争先。每个医科人心里都有着共同的信念，疾病未除，奋斗不止。经过医科院几代专家、教授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仅仅几十年时间，新世纪到来之前，已经在食管癌、宫颈癌、溶癌、肝癌、下咽癌、白血病和心血管病等重大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确立的溶癌规范治疗方案，使溶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达到根治水平的恶性肿瘤，在全球沿用至今。由医科院专家创新提出并倡导的综合治疗与个性化治疗，成为了国内外肿瘤治疗的指导原则。新中国医学研究成就突破迅猛，为世人瞩目。时间行进至新世纪，中国进程全速发展，让世人惊叹。社会急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活节奏的改变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让这个前进中的国家不得不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如何让他的人民更幸福、更健康？这无疑是对中国医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标的要求、更严苛的挑战。
始终和祖国在一起，和人民共呼吸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在新世纪伊始，以更加昂扬的气度与自信，扛起了护航健康中国的大旗，责无旁贷，一往无前。对于全国的老百姓来说，北京协和医院、阜外医院、肿瘤医院的名字如雷贯耳，这似乎是他们人生健康航道上如遇极险就必将投靠的港湾。进入新世纪，三家医院先后成为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为了中国临床医学的前沿阵地。在这片阵地上，百姓的疾患就是攻坚的堡垒，不辱使命，不负众望。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以学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特色专科突出、多学科综合优势强大，享誉海内外，连续六年荣登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榜首。众所周知的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妇产科等多个科室位居全国领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以诊治各种复杂疑难和重症心血管疾病而享誉国内外，心血管病的治疗已达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同时也是集医疗、科研、预防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国家级医学研究与教育中心。恶性肿瘤是目前全世界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为竭力抗击这个危及人类生命的刽子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从未放弃以智慧和毅力与恶疾斗争。一方面，为患者科学普及恶性肿瘤的相关知识，使百姓不再谈癌色变；一方面，努力提高恶性肿瘤的治疗和预后，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医院对多种肿瘤的多学科规范化综合治疗位居国内前列，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医者无疆，只有与世界医学顶尖科学研究者通力合作，才能在人类健康与多发疾病的这场持久战中赢得更彻底的胜利。近年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先后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国际著名医学研究机构进行广泛的交流合作，发出中国声音，传达中国智慧。与此同时，积极推动与非洲国家和周边发展中国家在突发急性传染病与重大慢性疾病防控、天然药物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开展科技合作，派遣科研和医务工作者参与西非埃博拉疫情防控，深化与相关国家的传统友谊，彰显我负责任大国形象，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卫生外交战略做出了积极贡献。今日医科院是医疗新技术和新标准的倡导者，始终站在中国医学科学的最前沿，为世界医学的发展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成果。干细胞研究是当前生命医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中国医学科学院干细胞医学中心应运而生，发挥自身的学科和病原优势，积极开展前瞻性干细胞医学基础与临床研究。在医药研发领域，医科院18项创新药物已经进入1至3期临床试验，他们必将为中国人民健康事业提供强大保障。保持学科与人才优势是医科院建院60年来立于不败之地的利器，拥有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8个国家卫生计生委重点实验室、12个国家重点学科，名列国内前茅，影响力远播海外。科研为本，教育为先，医科院有众多功勋卓著的院士、专家、教授坐镇，历年来培养的高层次医学科技人才
和各领域学术带头人总量，始终在国内名列前茅。回望颐和园60年，太多记忆如繁星璀璨，不能忘60年前为抗美援朝战场输送的第一瓶血浆，60年来科学研究定章制度严密捍卫血液安全，不能忘为攻坚诊治麻风病，研究所数度搬迁，医学专家四处奔袭，要到病患中间去，握着他们的手，感知生命的寄望与责任的厚度。不能忘我们自行研制的辐射防护药物，曾直接参与了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人员的救治工作，为祖国赢得赞誉。不能忘整形医生为无数病患修整容颜，恢复健康，拯救的不仅是病痛，更是一个人自信和勇气的重生。不能忘全球首个肠道病毒七一型疫苗和全球首个发病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成功研发，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豪迈进程。不能忘没有重大流行疫情凶险来袭，颐和园都势必冲锋在前，追查元凶，斗智斗勇，歼灭到底。不能忘那一页页细致考证、审慎分析、潜心编写的中国医改发展报告，一次次为国家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和医学科技创新提供的决策资讯。颐和园步入国家智库的使命职责，未来的医学科技探索之路依旧坎坷悠长，但此刻中国医学科学院60年细数不尽的满载收获，值得由衷鼓掌，蔚然庆贺。刚刚结束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卫生与健康大会，也是在全面小康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如同一声嘹亮的号令，吹响了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号角，如同一面夺目的旗帜，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医学前进的方向。为中国人民建立更新更好的医疗卫生体系这一目标没有尽头，如同探求人类健康更深更广的生命科技领域没有边界。颐和园清醒地知道不能跟在其他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医学只有坚定地走自主创新道路，别无他途。为此颐和园提出设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集全院优势，围绕目标进行攻关，实现重大协同创新，全面提升医科院科技创新能力。这是一个推动医学创新、促进长远发展的有效方法，这是一项实实在在落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全新举措，这是一条卓绝之路，需要新一代医科人拥有更锐利的创新理念和更果决的时代勇气。
少医客人以慢病华发换逃离天下，多少医客人以苦心研究换硕果满盈。他们以与普通人无异的机体，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一腔热爱，凭着自己毕生所学和无悔付出，创造着中国医学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不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是写进中华民族健康蓬勃的血脉中，写在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中国百姓机体里。60年甲子轮回，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带领中国现代医学科技问鼎世界医学巅峰。下一个60年，戎马征程，步履铿锵，所有医科人将继续传承卓越，引领创新，以人心之后保我人民健康，以创新之先写我医者荣光，以开拓之躯助我祖国辉煌。